都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三兄弟彻底决裂啊！等会儿，辉哥，这事应该不至于吧？去你的！我来！哇卡兄弟，你们三搞啥呢？一大早上的这么热闹。是啊，大佬，你有所不知，蛋贩子搁蛋仔岛举行了主播颜值大赛，投票评选颜值最高的主播，获胜者奖励10万蛋币。而这论颜值，我们哥仨都感觉自己最帅，结果就这么吵起来了。好家伙，我怎么感觉这是蛋贩子在故意破坏你们兄弟感情啊？再说了，浪哥辉哥可都是大主播，粉丝们投票肯定不会投给你这过气主播呀。给你个大嘴巴！哎，说啥呢？我怎么就成过气主播？屏幕前有没有我的真爱粉呢？是真爱粉的，麻烦帮我点个赞，给机甲大佬看看咱们粉丝的凝聚力。瞧好吧！哎，话说不就是比颜值吗？我有办法，正好今天早上我号称莫名其妙多了10000蛋币，只要拿下赛季新至臻，我绝对就是最帅的蛋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10000蛋币兑换成1000许愿币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挖卡这次会大保底吗？觉得不会保底的直接扣一。你个大飞球，还想提前出？大家都给我扣二，挖卡这次绝对大保底，实在太刺激了。第一发失联，至臻就没必要了啊，先出个紫色皮肤就行。你好，你别笑。哎，不是啊，第一发就出了这么个丑东西啊，总感觉这次抽奖不对劲了呀。你看看你长得那个熊样。没事啊，欧气守恒定律，第二发我肯定要欧起来了。来吧，给我个紫色皮肤。哎，怎么给我个这么丑的紫色饰品呢？给老子闭嘴。兄弟们，这第一发出蓝色，第二发出紫色，第三发给我出个至臻应该很合理吧。搞笑吗？你在来了老弟。不是啊，怎么又来了个更丑的皮肤啊？合着奖池里最丑的全让我抽到了呗。太尴尬了。好家伙，前三发抽的一个不如一个。刚毅，第四发你敢不敢给我出个至臻？只要你敢给我来个采光，这条视频有多少点赞我就吃多少顿屎。来了，我去，居然真的给至臻了，刚立完 flag 就狠狠被打脸，完了，这辈子吃屎怕是吃不完了呀。第五发失联，靠着50抽的保底，直接拿下我最喜欢的恶魔小羊。哎嘿，这前50抽居然这么欧，那接下来直接来一波连抽。好家伙，一波连抽总算把蝙蝠抽出来了，现在紫色皮肤齐了，接下来就是拿下最后的至臻皮肤，还有70抽就要大保底了。来，这一发失联，把至臻皮肤给我交出来。来了。啊，行行行，算你厉害，那这一发总该给我出了吧。我的妈，怎么又是紫色的呀？你好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明明看的盲盒机是紫色，怎么会给我一个蓝皮呢？难道说，哦家伙，搞了半天原来是个紫色表情包啊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哎呀，我哎呀，终于给我来至臻了。兄弟们别眨眼，看我直接拿下这次的至臻皮肤。不是吧，怎么是个至臻饰品呢？完了，我不会真的要保底了吧。哎，好好好，网易爸爸还有30抽的机会，来给我提前出个至臻。哦吼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行，刚毅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屏幕前的都别跑，让我吸一下你们的欧气先，然后把我的欧气小曲放上来，160抽至臻皮肤给我出。哎，不是吧，怎么是隐藏皮肤提前出了呀？没想到吧，老铁。得，到头来还是吃了个大保底，170抽全部拿下。哎，这到底算欧算飞呢？不管了啊，赶紧找蛋贩子领奖去。A few inches later。哟，嘿嘿，浪哥辉哥，不是我吹，论颜值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输。得了吧，哇卡，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的。没错啊，我的大招一等绝对吓你们一跳。既然如此，咱们都别藏了啊，直接展示。啊！不是啊，搞了半天，咱们的秘密武器都一样啊！我心态崩了。不错不错，你们三人的票数居然不相上下，所以我宣布，这次比赛的获胜者是蛋贩子老大。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。打他！打他！
话就知道这比赛果然是黑幕。老哥辉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和兄弟们争。没关系，蛙哥兄弟，这都是蛋贩子的圈套，以后咱们还是好兄弟。没错啊，以后咱们三兄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有兄弟们在，我啥都不怕。我来。哇，我爸爸给我充了10000蛋币，不小心充到了你的账号上了，我看看到账没？哎，这已经被我抽盲盒花光了呀。好家伙，居然花我蛋币抽盲盒，你想挨打了是吧？哎，小子你别乱来啊，我兄弟们可都在这儿呢。哎，快走快走啊。不是，说好的有难同当呢？那个辉哥，你们别跑啊。狗玩看你别跑，我要揍死你。救命救命。